对，没错，好热啊，还没有冷气吗？车长又还没来。
不能坐他车，人家的脸是尖的，不太一样。它只是防止它氧化。可爱吧，谢谢。来，需要什么？Thank you and have a nice day. Next time, Taipei Main Station.